真堂咏：上主，我甘信赖你的爱怜，我心欢愉你的救援，我要向我恩主歌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祭台前，欢欣倚靠天主信实的恩赐，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的罪过，虔诚地庆祝这至圣奥迹。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常思念你的美善，以言以行奉行你的旨意。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雅各伯书。你们富有的人啊，现在哭泣哀号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作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食你们的肉。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却没有抵抗你们。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自满分余者的中途，这就是自夸幸运者的末路。他们就如羊群一般被人赶入深坑，死亡要牧放他们，义人要主宰他们。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的容貌即刻色衰，阴间将是他们的住宅。但是天主必救我灵脱离阴府，因为他要把我接走。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要嫉妒他人变成富翁，不要记恨他人家产倍增，因为他死时什么也不能带走，他的财产也不能随着他同去。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在生时虽自我陶醉说，只要你幸福，人必夸赞你。他终要回去同他的祖先相逢，永永远远他再不能看到光明。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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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你们接受天主的言语，并没有拿他当人的言语，而实在当天主的言语领受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谁若使这些信者中当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劳拉的磨石套住他的脖子上，套着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它，你残废进入生命，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砍掉它，你瘸腿进入生命，比有双脚投入地狱里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观出它来，你一只眼进入天国，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那里的虫子不死，火也不灭，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火腌起来。盐是好的，但盐若成了不咸的，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在你们中间当有盐，又该彼此和平相处。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日两篇读经啊，都是一些很严峻的说话。雅各伯书去到最后一章啊，第五章，讲及当时的一些贫富悬殊很严重的问题。大家想想，你估今日贫富悬殊严重一点，还是当日贫富悬殊严重一点？咁你估当日嘅贫富悬殊，富有嘅人当中啊，即系助长富人，而藐视穷人当中咧，教友多啊，定系今日咧，富有嘅人咧自称啊，有系基督徒嘅多咧吓，咁、可以想象下呢样嘢。咁今日系更严重啊，今日贫富悬殊咧比当时更严重，唔单止严重，是每日都急剧，更加差距更大，这个是一个加速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差，而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称之为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呢，是对这件事呢，是越来越不闻不问，甚至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属于有钱的那班人，而事实上今天的贫困呢，比当年更恐怖，更恐怖。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检讨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不必用的钱，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是积蓄来为什么呢？怎么积蓄法呢？我们担心我们不知道不日将来的需要呢，紧张过今天饿死的人。这个我们真的，即到时在耶稣面前呢，我们要回应的这件事。我们要回应我们做了什么事。这个是金钱上的贫乏。还有其他的贫乏。有很多其他上的贫乏。爱上的贫乏。爱的贫乏。几多不被爱的人，不被注视的人，不被关注的人。所以我们都要考虑这件事。而今天的福音提醒我们，小子中，小子中的一个。耶稣很喜欢提及小子，不单只是小个子的小朋友。小子是形容什么？形容几种人的。一些就是门徒中最谦逊的人。
但系都咧，有时咧，讲述咧，即系喺人群中咧最软弱、最破碎嘅人，可能系财富上破碎啊，可能系灵性上破碎啊，可能系道德上破碎。啊，我哋点样照顾佢哋咧？定我哋点样去隔离佢哋咧？去审判佢哋咧？我哋点样去爱佢哋翻嚟啊？定我哋点样去拱走佢哋咧？踩低佢哋咧？佢话如果我哋嘅眼、我哋嘅手、我哋嘅脚使我哋跌倒，使我哋骄傲，使我哋贪婪，使我哋即系置身边世界种种嘅困难于度外以为自己可以洗手啊，唔关我哋事。佢话情愿我哋砍掉佢。咁呢个系咪耶稣叫我哋自残呢？唔系。但系佢想讲紧相比嚟讲，咁都仲好啲，即系话地狱系几恐怖。地狱唔系天主要嚟揾啲唔够好嘅人去惩罚折磨佢嘅地方，唔系天主咁残忍。好多人说啊，点解天主咁残忍？地狱唔系天主咁残忍，系我哋咁残忍。天主已经话咗所有嘅信息俾我哋，连自己都做埋俾我哋知道，就系话人嘅路应该咁行。如果唔系咧，我哋系自己残暴自己嘅地狱，唔好去嗰度。即系你唔可以话有个细路喺天台嗰度玩，完全唔顾忌到几危险咧，喺度周围跑。个阿妈话：你唔好跑过去，会跌落街嘅，会死嘅。咁咪真系跌落街，你唔可以赖个阿妈噶嘛。你唔会话嗱，你妈呢个妈真系残忍啊！制造咗会跌落街嘅地方，唔系佢制造出嚟嘅。地狱唔系天主创造出嚟嘅，系人创造出嚟嘅，系魔鬼创造出嚟嘅。咩意思啊？人创造出嚟，系我哋嘅滥用我哋嘅自由，缔造咗呢个咁恐怖嘅空间，系我哋有爱嘅能力，甘愿自己扭曲佢。而砌造咗一个不爱嘅恐怖嘅空间，系我哋甘愿替造咗地狱出嚟嘅。天主只不过话，我唔会攞走你嘅自由，所以容许你创造呢一个躲藏喺用从我嘅生命爱同埋满性嘅恩宠之中咧，愿意俾你去甘愿选择。去放弃嘅空间，因为天主俾咗自由我哋。但系呢个自由原本系要嚟回应爱嘅，系要嚟仿效爱嘅，系要嚟辅助扩大爱嘅，系我哋甘愿扭曲咗。所以地狱，我哋自身堕入嘅地狱，系我哋创造出嚟。就系咁样。咁所以系好恐怖嘅嘢。即系一间屋里边啦，可以好温暖。小朋友每一个空间都可以充满咗同父亲、同母亲、同兄弟姊妹咧共用嘅空间。但系咧，佢甘愿匿喺个台底度，因为佢唔中意人哋去理佢、去管佢、去教佢。佢唔愿意咧浪费时间去照顾其他人。咁佢匿埋喺个台底，个台底原本唔系又系咁做，佢夹硬塞自己落去。咁呢个地狱咪佢创造出嚟咯？呢个咁残酷嘅空间咪佢自己创造出嚟？咁所以耶稣就话唔好咁做。当我哋爱，我哋系进入紧生命；我哋不爱，我哋选择去残暴，选择去自私，选择去拥有拿住酷盖自己嘅滥用嘅自由嘅时候咧，我哋系自己掘个恐怖嘅空间，自己钻落去。耶稣就话唔好去嗰度，以为我哋双手双脚双眼可以落去，我自保，我情愿残废去享受。即系佢就话咁大嘅转变，我哋其实有冇多去想呢样嘢？别处喺福音里边有句说话，成日都要谂，俾你得晒全世界，而丧失你嘅灵魂，为我哋有乜嘢好处？所以今天咧，我哋世界上好多嘢啊，即系可能喺香港又有香港呢家疫症嘅好大嘅
问题啊，呢、这个世界就系大战啊，即系呢个乌克兰嗰度啊，我哋有时、啊、搞唔掂咁多嘢，但系我可以做啲乜嘢咧？我点样以爱去活咧？我点样以斋戒补赎去为世界好多喺危险中嘅灵魂去做翻一啲嘢咧？定系我只不过喺度喺度呻啊，喺度 complain，喺度埋怨啊，同埋自己享乐而咩都唔做咧？咁愿天主去启发我哋每个人，我哋喺我哋岗位都有啲嘢可以做，让我哋积极咁去做，让我哋少埋怨、少审判，多将我哋有嘅仍然今天可以选择嘅贡献嘅富饶，去慷慨地施予出去。我哋今天弥撒咧，特别系为几个意向祈祷。我哋为世界紧张嘅局势啊，可能爆发嘅大规模战争喺乌克兰同埋俄罗斯之间嘅纠纷啊，求天主派遣圣神去触照每人嘅心啊，特别系俄罗斯方面嘅人士啊，即系。我哋为佢哋祈祷，求天主将佢哋嘅心咧转向和平，转向谈话，转向非暴力。我哋各个联手所有嘅特别系乌克兰嘅百姓祈祷，求天主保护佢哋。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平我们。为香港嘅疫症情况咧，愿天主尽快将局势改变，保守嗰啲患咗病嘅人，好多嘅医疗人士、政府人士啊，要做好多不同嘅措施，求天赐佢哋智慧，赐佢哋平安，赐佢哋忍耐，为好多嘅受困迫嘅人。愿天主陪同佢哋，愿天主启发佢哋。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好多有嘅人，我哋所有人，我哋有嘅财富，我哋有嘅时间，我哋有嘅能力，愿天主教导我哋去慷慨，留意身边冇嘅、缺乏嘅，金钱上、灵性上，甚至道德上。让我哋以爱、以善去回应，即使系残暴嘅、凶恶嘅、错谬嘅、黑暗嘅，愿天主帮助我哋所遇嘅每一个人能与主相遇。我哋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人者天父，请聆听我哋嘅祷声，就由我哋以言以行去活出你嘅福音。愿所求是靠主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我们为侍奉你而举行这圣事，
愿我们为光荣你而献上的礼品带给我们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愿一切归于基督，使我们分享他的完美。基督尊为天主，却谦益至下，以十字架上所流的圣血协调万有，因而被尊于一切之上，成为殉徒永生的根由。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神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者，主啊，我们纪念你的死亡，庆祝你的光荣复活，期待你的光荣再来。上主，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要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室、诸圣中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常照我们怀着永福的希望，期待着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求你拯救我们免于一切凶恶，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永久全面罪恶，并在困扰中获得安全。天下万国，天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主我信你就是麦西亚，天主子，我的耶稣，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你以圣体奥迹赐给我们得救的保证，求你使我们获享救恩的实效。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向圣弥厄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弥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